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专家来了，让大家久等了。那么今天这个游戏主题呢，就是横版冲关的游戏。依照惯例呢，我们先从 FC 游戏开始讲起。双截龙是这个横版冲关游戏当中具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作品。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是双截龙三代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双截龙三代相对于前两代来讲，在难度上还是有所提高的。可以说这个双截龙三啊，在这个横版冲关游戏当中达到了一个巅峰的时代。相信看过我第12部作品的朋友们一定都知道我是怎样评论这个双截龙三当中这个旋风腿啊，它经常性的发不出来，就是该软的时候呢不软，该硬的时候不硬啊，尤其是在这个电脑上啊，这个更明显了啊，怎么清都清不出来，除非呢你将这个 AB 两个键设在同一个按钮上，不然的话呢你就会像我这样跳来跳去的啊。接下来再来看看这个叫鸟人战队的游戏。这个游戏从五个鸟人之中选一个鸟人出来进行战斗啊，招式无任何变化，打来打去就是平砍一招。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超级经典的洛克人系列。洛克人系列是这个 FC 上做的非常好的这个横版冲关游戏。洛克人一代里面的这一关呢让我感到非常的雷人啊，因为这一关这个跳这个东西实在太难跳了啊，每当我玩到这一关的时候我都想把我的游戏机给砸了，因为其他的关都已经过了，就剩这一关了，这一关居然连开始这个界面我都过不过去，还玩个鸟啊。玩这一关呢我就一直在重复的听啾啾啾啾啾这个声音，实在是囧囧囧囧囧啊。哎，一上来就玩了这些游戏，搞得我一点心情都没有，我还是去睡觉算了。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吧，我们下期再见。等一下，咦，什么人在说话？我是游戏老祖，你个白痴。什么扑你老母啊，你为什么不去试一下剑下城与勇士，它会让你爽到极点。哦，难道他说的是传说当中的 DNF？ 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游戏的服务器吧。游戏的服务器做的很简单，一个名字后面加上 ABCDEFG 就可以变成很多的服务器，这个方法实在是简单明了，非常实用。人家辛辛苦苦想出来的服务器名，他只要用 ABCDEFGHIJKL 就能把它混过去啊，这个就做的非常好。这个游戏这个服务器怎么一个都进不去，这个重新来一遍。好的，这一次终于正常了，我们选择服务器进入，选择人物进入游戏。网络连接中断。对于刚刚出现这个网络连接中断啊，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声明一下啊，出现这个网络连接中断呢，说明是这个正常的，是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出现这个网络连接中断呢，说明你这个就有问题了哈，因为它这个网络呢就是这么回事啊，这个网速就是这么回事。我这个人物怎么出来了？我这个是界面卡住了还是怎么回事情？真奇怪，这个难道网络连接又中断了？大家看到这个网速非常的好啊，网速非常好。好，我们选择这个退出游戏或者选择角色试试看啊。貌似好像点上去也没有任何用嘛。结束游戏。游戏关都关不掉了。这个好像网络又中断了啊。各位，说掉线就掉线，说断网就断网。我打这样一个比喻，如果我在给大家制作视频的时候突然之间经常出现网络中断的话，谁还要看这么烂的视频啊？这搞了半个多小时连游戏都没进去过，什么东西啊，不玩了。不行，还没有体验到乐趣，如果你不玩我就把你变成真哥。哇，不用那么恶毒吧，变成春哥行不行啊？这个为了我下半生的幸福，我看我还是再玩一下比较好。你好啊。你好啊，是游戏的声音是吧？好，那个我们先四处来逛一下啊，如果再出现断网这一类的事件的话呢，
不管是谁的老木，我都不给面子。啊，这个游戏里面这个 NPC 的这个说话都很有意思啊。欢迎。为什么呢？好，不跟这些 NPC 浪费时间了，我们直接进入刷图。好的，我们进图了。这个进图的时候居然没有掉线，这个真是啊，上帝保佑啊，真是。哎，我这个怎么就是两个技能了？这个啊，这个可能是重置过了，所以我这个技能都被洗掉了啊。这算了吧，这个像我这样的高手啊，街机高手啊，玩这个东西其实有没有技能是一样的啊。就靠我一双这个勤劳的双手啊，照样能够度过寂寞的夜晚，是不是？啊，有些人在下面贼笑啊，真不知道你们在笑点什么。啊，这里的地图都非常有意思，里面这是九弯十八转啊，这是有首歌怎么唱来着？这个这里的地图十八弯，这里的歪瓜怼成山啊，说明他这个防外挂系统啊做得非常好啊。这个记得有一次我去那个网吧上网，他现在推出了这个防外挂系统啊。我网吧里开一台机，他就说我是这个使用外挂的用户啊，然后我就换机啊，连换了15台机都没有用啊，最后我就被网管赶出去了嘛。啊，那么我选择这个角色呢叫做格斗家啊，那么里面呢一共有5个还是4个来着，这么几个角色啊。话说那个鬼剑士啊和这个罪恶装备里的这个剑士是亲兄弟双胞胎两个啊，这个应该叫做借剑啊，借剑啊。记得我有个朋友就是借鉴了15个明星唱那个曾轶可的狮子座嘛，一下子就火了嘛，对不对？借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再者说了，这个是棒子国出的游戏嘛，对于他们的智商而言的话，我们的要求不能太高。大家可以看到我玩到现在我一个复活币也没有用过，对不对？说明我这个技艺非常高超啊。记得以前我看到我有个朋友啊很白痴，他打 boss 的时候啊，一下子把5个复活币全用掉了，啊，一下子就死了5次。我当时我鄙视他，我，这点操作还出来玩什么游戏？买块豆腐撞死算了。啊，这个复活币对于像我们这样高手来说啊，这是形同虚设，没有用的东西啊。我们根本用不着什么复活币嘛。好，大家看到我现在被他关在笼子里面了，这个叫做监禁啊，监禁。你们又在贼笑什么东西？啊，我这个快没有血了，我现在想办法要用一个这个命运币啊，这样就可以省掉一个复活币了。好，用一下。哎，这个人倒起霉来放屁都砸脚跟啊，这个被雷给劈死了。那我们用一个复活币吧，啊，就用一个，我向大家承诺，我就用一个复活币啊。刚刚这个操作属于这个失误啊，一般情况下我打这个都是很轻松的，一个复活币都用不到，而且是这个满血通关啊，很简单。因为我这个22级打这个17级的图还要吃复活币，这个开玩笑吗？太丢脸了，是不是？这个好像又快顶不住了啊，这个我今天这个操作怎么回事情啊，又牺牲了。我这个再用一个复活币啊，大家不好意思啊，没关系啊，咱花的不是复活币，咱花的是寂寞。寂寞有双手陪伴，为什么呢？我灵巧的躲过了他的一个威力啊，好像这个又顶不住了啊，这个啊又牺牲了。啊，没有关系，不要怕，我还有复活币啊，打不过我拿复活币我砸死他，是不是啊？咱复活币就是多，还剩一个。哎，这个复活币好像用的比较快啊。完了，什么都完了，还被他打的还剩这么一丝血啊。我们现在想办法把它摆脱掉啊，最后一丝血一定要坚持住。最后一丝血，大家看到没有？最后一丝血把他给干掉了啊！我也被监禁起来了。好的，终于到这个翻牌的时候了，这个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好，选这个。